现在我们唱，开始唱，现在两首歌都是新歌。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说，我们这次专辑就是拍了一个故事。那我们今天会稍微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这样子。那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被打到？我们突然想要做这件事。那，先跟大家表演一下调音。因为我们就是比较正常一点，演戏。那今天有位刁难过来的朋友，那高雄实在是辛苦了。我们这次因为我们的那个专辑印刷厂在高雄，前几天下大雨，然后结果他们就没办法上班，就是停班停课嘛。所以就他们还特别的跋山涉水去帮我们把今天可以卖的 CD 顺利的赶出来，大家谢谢他们。但是要进唱片行的就没那么顺利了，所以你们今天拿到会比他们早很多天。然后对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所以你们今天拿到，你们可以欢呼。久，知道吗？在下礼拜的礼拜几，也许都还是在就是哇无一博的这状态下。总之，对，谢谢大哥。大哥，先不要给我红色的光嘛，拜托一下下。你有看不到我的效果器是五的啊，不的，因为那效果自己焊接嘞，所以看不出来有没有亮。哦，下面这首歌是一首新歌。是我，其实我这张专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，大家会说，要讲你的歌，或是你们的表演，给我们很多勇气、很多力量。那我们希望，这些力量可以帮助你们用来面对那些你不敢解决的问题，而不是就是忽视它和假装自己很勇敢的往下面继续走下去。那是我们会害怕的事情。所以这首歌叫做《不去想明天会怎样》，讲的就是一个。自卑，然后你要勇敢之后，然后一起出发，出发之后收获的一个故事。